大家好，我是珍珍，我是 Lucy。今天的下午茶你吃了什么呢？我记得珍珍老师有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就是我很少看你喝饮料。我基本上我不喝饮料，就除非喝就是你知道牛奶、豆浆这一类的东西。好，但是他在环岛的时候有破戒哦，因为环岛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很大家很热情的拿了很多什么凤梨冰、对柠檬汁、蜂蜜水、蜂蜜水超好喝，芭乐汁也超好喝。对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草鱼还有没有？还有那个啊，就是仙草蜜，仙草蜜对，然后还有乌龙茶。我记得还有啤酒啦，啤酒也很棒，是草鱼的最爱，没有、不能爆他的料。好，然后因为就是大家带来的食物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所以我真的是环岛期间喝了一些饮料，这辈子真的是没喝那么多饮料。但如果要喝饮料，你是不是选择自己做？对，所以我想说，待会儿可以跟大家一起吃一道就是好吃的西米露。西米露，那记得如果你在脸书上面没有看到台湾你好粉丝团，记得一定要回来自己搜寻哦。对，搜寻台湾你好粉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粉丝团影片喽。好，来喝西米露，来喝西米露，没错。